脚内侧踢球，又称脚弓踢球，它是脚内侧部位踢球的一种方法，其特点是脚与球接触面积大，出球准确平稳且易于掌握，但由于踢球时要求大腿前摆到一定程度时需要外展且屈膝，故大腿与小腿的摆动都受到限制，因此出球力量相对较小。脚内侧踢定位球动作要领：直线助跑，支撑前的最后一步稍大些，支撑脚站在球的侧面约15厘米处，脚尖正对出球方向，支撑腿膝关节微屈，在支撑脚着地时，踢球腿大腿带动小腿由后向前摆动，在前摆的过程中大腿外展，当膝关节的摆动接近球的正上方时，小腿做爆发式摆动，在触球前将脚底送出，使得脚内侧部位所形成的平面与出球方向垂直，踢球脚脚底与地面平行，脚尖微微翘起，踝关节功能性的紧张使脚型固定，触球后身体跟随移动，髋关节向前送。同学们，我现在把这个脚弓传踢滚球这个动作要领给大家讲一下，同时做一下示范，大家看一看啊，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。脚弓传球呢，在足球比赛当中的运用是非常广泛的，多用在同伴之间的传球啊。脚弓传球的部位面积比较大，传球相当稳定啊，这个给同伴之间传球啊，它非常稳。我们今天讲这个动作呢，是脚弓传踢滚球。首先呢，要知道脚弓的位置在什么地方。就是脚内侧传踢滚球，来大家看一眼啊，脚内侧的位置啊，大概位置在这个位置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拇指的第一关节，跟骨内踝这三点形成这个平面中间这个部位，那这个部位击球啊。脚弓传球的动作要领是什么？我现在给大家讲一遍动作要领是什么啊。首先是直线助跑啊，直线助跑最后一步蹬胯稍微跨大一点，脚落在球的一侧10公分左右的地方，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去作为调整啊。你说我身高高了，我可以稍微往外拉一点，12公分也可以。我个矮了，往里面。落地的时候啊，支撑脚要积极落地，脚尖正对出球方向，最后一步蹬胯稍微大一点，那球脚落在球的一侧。那么落地的时候，同时呢，摆动腿提后屈居。当这个支撑脚落地完之后，摆动腿由后往前摆动。以髋关节为轴，由后往前摆动，在摆动的过程当中，膝关节、踝关节外展，膝关节、踝关节外展，同时呢，脚尖勾起，脚底和地面平行，击球这个部位，脚内侧、脚弓这个地方，击球的后中部。击完球之后，一个随前动作，重心前移落地，这是整个这个动作要领。啊，我做一遍，大家看一看，直线助跑，最后一步蹬胯，跨大。摆踢击出去啊，这是整个动作的这个动作要领啊，大家再看一遍啊，我再给大家讲一遍，支撑最后一步蹬胯跨大摆踢出去，三个环节是重要环节啊，求难了，三个重要的环节。第一个，支撑脚的落地，支撑脚落在什么地方，有标准的，脚尖朝前，在球的一侧十公分左右。第二，摆动腿的摆动，那脚弓传球最关键一点，由后往前摆动，膝关节、踝关节外展，膝关节、踝关节外展。那这个摆动过程中，膝关节、踝关节外展，脚底和地面平行，脚尖翘起来。再一个击球的后中部。啊，我给大家演示一遍啊，再演示一遍，摆踢。啊，这边同学看一下，啊，摆踢。记着，踢完球之后随前，有个随前动作，啊，这是我们整个脚弓传踢滚球的一个动作要领。根据我们讲的这个脚弓传球这个动作，做无球模仿练习啊，已经讲过了啊，助跑、摆动腿、支撑腿的站位、摆动腿的摆动、脚弓
脚弓踢球睡前动作啊，做一个无球模仿练习啊，往前两步摆踢，踢出来。好，右边同学先做，一二三开始，来做一个。好，要随前动作做出来啊，这边同学做啊。好，开始。不要力，你喊口令啊！这边同学来，注意身体重心要降低啊！身体重心要降低，往前跨步，蹬跨得大，摆踢注意，越往前伸，脚跟越往前顶，那摆出去，来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松出去，身体重心要出去，那要出来，跨出来，啊，这边同学，好，来，哎，跨出来，重心要出去，来，再做一遍，要力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好，这边同学再做一遍，要出去，要身体重心要出去，脚跟啊往前顶，又要推往前顶，好 ，OK。下面我们这个踢球当中的最重要一个环节，脚触球，什么地方触球？我们讲了脚弓的部位在什么地方，啊，拇指的第一关节、内踝、跟骨中间这个部位要脚弓，用这个部位击球的后中部，击球的后中部。下面做一个，再做一个练习，辅助性练习啊，啊。来，包括同学用脚蹬的球啊，上步之后，支撑脚的落位落在球的一侧，用脚弓击球的后中部，去感受这个击球的部位在什么地方，身体重心稍微前压一点啊，上步击球，那上步击球，好，右边的同学用脚蹬的球，左边的同学先来做啊，好，要顶上去啊，踝关节要紧张，击球的瞬间踝关节支撑脚在球的一侧啊，很好，很好，重心稍微再前压一点，重心前压一点啊。很好，来换一组，换一组，啊，右边同学脚蹬球，这感受一下脚触球的部位，再一个注意支撑脚的位置在什么地方，这样球的一侧啊。好，很好，很好，重心要前压一点。踝关节紧张啊！前面两个练习非常好啊，我们下面做一个练习，短距离内助跑，踢定位球，要推送，注意支撑脚的位置和击球的部位要推送出去，力量要小，不要太大，近距离的，近距离内踢，啊，近距离内踢，来看一眼啊，注意体会啊，支撑脚的位置和摆动腿击球那个地方啊，摆动腿击球的地方。上一步两步，把球轻轻踢出去，来，球踢过来，踢球的后中部，腿送出去，啊，摆踢出去，送出去，啊，这边，注意啊，击完球，击球之后腿往前送，身体重心往前走，击出来，落地，啊，再来。重心前压，支撑脚的位置啊，注意支撑脚的位置，哎，重心往前走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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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再把距离拉大，这一步要体会，要让大家第一个，除了支撑脚站位和脚弓击球之外，另外一个准确性，啊，踢给同伴要踢准，啊，不要后仰了，重心不要后仰，把球踢起来了，踢给同伴啊，踢给同伴，重心前移，准确性。要求球的准确性啊！接球同学把球挡住就行了，接球同学把球挡住就行了啊！啊，好，这边同学先来。对，拉大距离之后的击球的准确性啊，要观察同学这个击球的准确性，助跑支撑脚的位置。击球之前看目标，看目标，看支撑自己的支撑脚的位置啊。嗯，再来。啊，有同学踢了这个支撑脚啊，脚踢球的时候脚后跟尽量往前顶，脚弓形成了平面正对着触球方向啊，准确性啊，提高准确性。那么在实际比赛过程当中呢，有很多情况下球是在运动的，对你来的，啊。要传这种球，
那我们下面做一个练习呢，就对挡墙练习。那看一下怎么做单脚的对挡墙练习啊。用一个脚击球，弹回来的球再把球踢回去，要求支撑脚的位置啊，击球员的角度要击球。这个时候就不要求你把球非要推送出去，踢挡墙弹回来球，敲击球，用敲击球支撑脚在球的一侧啊，要是另外一个脚上的节奏啊，弹回来一二一，支撑脚稍微弯曲，身体重心下降啊，击球让球弹回来，上来踢啊，左右脚都是一样的啊。好，这里边注意一下，就是击球弹回来的球脚弓触球的部位啊，脚后跟要往前顶，脚弓形成的平面正对着触球方向啊。好，来做一下练习，我看。注意节奏，两个手臂抬起来，支撑脚稍微弯曲一点，注意节奏和力量啊。李星宇那个动作不对啊，脚跟要尽量前顶，给点力啊，让球弹回来啊。支撑脚要离地啊，支撑脚要离地。动作，你的脚老站着不动，这就肯定是不对的啊。要动起来，那这个脚一定要动。你左脚是一样的，那动起来呢，这个支撑脚要动的。那支撑脚不动了能行啊？要动啊！再拍一遍。可以，注意节奏啊！脚跟啊往前顶，击球的后中部。好，很好。好，同学们，下个练习是两个人对传。这个在实际比赛过程当中，球是不会是固定的。刚才挡墙练习大家练得很好，两个人对传，不停球，把球传回给同伴。这里面要注意几点：一个是球的准确性，另外一个，来球加力的时候，来球击球，球是对着你来的这个球，加力的时候注意身体中心前压。不要往内反脚掌，不要把球踢起来了，啊，要压着这个球，踢球的后中部，支撑脚的位置在球的一侧，啊，后仰球容易踢起来。好，来大家试一试，看一看情况怎么样。好，注意击球，击球的准确性，身体重心稍微降低一点，注意击球的力量，压着球不要重心后仰了，把球踢起来，不要内翻脚掌。上步要球，注意球的力量啊！观察同伴的位置，击完球之后后退啊，身体重心降低一点，脚弓的部位，支撑脚的位置啊，不要把球踢起来，不要内翻，不要后仰，球的力量大小。注意控制方向准确性。好，停。好，同学们，刚才我们做了练习了啊，这个脚弓踢地滚球，在踢球过程当中呢，有一些常见的错误，我踢给大家看一看啊，再看一看，好。他这个动作跟我的动作有什么区别没有？膝关节没有放松，小腿未爆发，小腿没有爆发，然后是一种姿态摆动。很好，讲得非常好。这个摆动啊，我们讲了这个摆动腿的摆动啊，是由后往前，大腿带动小腿，以髋关节为轴摆动。摆动的过程当中，膝关节、踝关节外展。那，包括温同学呢，一开始就开始外展，并且还是直腿的，以髋关节为轴一直摆到底。这个爆发式前摆小腿和膝关节外展没有，这都没有，直腿的要直腿摆动，这很典型的一种错误，啊，下面呢再看一看啊，还有一种情况，来，一样的，你站那儿就行了啊，刘志坤同学的啊，传球大家看一看啊，啊，再来，啊，没有把球直接传给我。是什么情况造成这种情况？球传歪了，球并且还侧向旋转，是什么情况呢？金云，他
腿外展不够充分，所以很容易把球踢到侧面。啊，击球点不对是吧？啊，是的，这个陈宇讲的没有讲全，就是因为膝关节、踝关节没有外展，啊，外展不充分，击球的时候呢，脚是斜的，击球没有击到球的后中部，而击球的球侧后方，所以球侧向旋转，没有向正前方运行，没有向正前方运行啊，这是我们的这个练习过程当中啊，我们普球课练习当中常见的一种错误，啊，下面呢，还有一种情况啊，这个，我们那个让那个孙杨同学过来演示一下啊。他为什么老把球踢起来？为什么老把球踢？那孙杨，你觉得老把球踢起来什么原因造成的？脚弓上翻了。让内翻了。内翻了。击球点啊，这是这个好，行，规定规定。一个是啊，这个支撑脚的站位靠后了，球总踢起来。我们就讲了踢地滚球，脚内侧踢地滚球，老踢起来，支撑脚的位置啊，球哥，身体重心压得太狠，支撑脚的位置靠后了，脚往前伸着就够那个球，往前一伸够球了，那脚底亮起来了，脚内翻，一内翻，这个脚弓形成的平面不是垂直正对着球，而是一个。形成一个坡度，来球的力量稍微一大，球就起来了，啊，这三种情况呢是我们脚弓传球当中非常常见的几个错误动作。那么这个怎么去纠正这个错误动作呢？支撑脚稍微靠前一点，击球点是在你的支撑脚的一侧的稍微靠后的位置啊，你的脚如果往前伸，它就会翻起来，在后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啊，支撑腿有很大关系，再个身体前倾太狠，